现在去辣椒店里面摘点辣椒回来，带朋友们去看看我们家的辣椒。旺财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在锅里面把它炒熟之后，凉拌皮的辣椒巴适的摆。
刚刚泡了一些黄豆，这个黄豆泡好了之后用来发豆芽，自己发出来的那个黄豆豆芽，那个芽子的话要让它长出来不要太长，炒的最好吃。首先就是把这个黄豆啊给它泡到明天，全部给它泡胀好了之后，全部给它泡透，泡透了之后，然后下个视频慢慢的我让家人看看我生出来的豆芽漂不漂亮啊。现在这个豆芽黄豆先给它泡起来，给它放在这里。再熟练不过了。把米洗干净之后，直接生火开煮。
这道米饭吃是好吃啊，但是一定要用心去做，而且这个水的话一定要掌握合适一点，水搞多了的话这个饭煮出来就太趴了，搞少了这个饭煮不熟。还有一种就是可以把这个米饭煮到六七成熟之后，把那个米汤把它过滤起来，然后把这个米饭再回锅，用筷子把它全部锅底给它盖住，然后煮出来的饭香喷喷的。好，生火快干。